咁啊，首先喺呢度啦，咁啊，今次咧可以見到孔劉啦，第一件事當然好重要嘅。咁啊，今次係孔劉喺香港咧，咁啊，第一次咧開呢個粉絲見面會，有一樣一定要做啦，就同大家打一個招呼先。咁啊，香港應該有好多嘢都留下深刻嘅印象嘅。咁啊，有嚟過活動啦，有啲咩係好深刻嘅印象咧？譬如啲咩食物啊，啲咩建築物啊，係對於你嚟講係有啲特別嘢想做啊嚟到香港。사실 이렇게 다른 나라에 여행을 왔을 때 뭔가 관광지를 찾아간다거나 특별한 일보다는그냥뭐자유롭게걷고뭐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고그리고맛있는걸먹고이런정도가다거든요其實咧，每到一個嘅國家嘅時候咧，我都唔會話專登去啲旅客專去嘅地方嘅，咁都唔會特別有個計劃我要去某啲地方啊。咁咧，通常咧我都會係自由行咁樣嘅形式啦，行下街啦，或者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去享受下某個地方嘅。그때제가홍콩에방문했을때는그이제공식적으로온게아니었기때문에조금더그리고지금보다많은분들이알아보시지못할때라좀더편하게자유롭게돌아다닐것같은데上次嚟香港嘅时候咧，系非公开嘅形式啦，同埋我上次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大家咧都唔系好识得认得我，所以咧我行得比较舒服啲。但系今次咧，我就觉得就大家认得我多啲啦，咁就应该要小心。不過放心啦，咁啊，我哋香港好多即係天王巨星，好似阿周潤發咁，都成日都搭巴士嘅，所以都可以得閒搭巴士噶。네아시간이좀이렇게오겠습니다如果有佢學話，我都會。네그거타다가중간시간만나면아我會唔會搭到呢個公共交通工具遇到周潤發先生？哇！如果係咁啊，真係好啦，咁啊可以兩個實力派嘅演員啦，可以睇下大家走埋一齊呢張相，我諗係相當之難得嘅機會啦。無間道嘅電影係咪？無間道都係呢個係警匪嘅電影啦。對對對，無間道其實已經好好成功，好好好成功啦。我知道無間道嘅系列咧係非常之好嘅電影嚟嘅。所有嘅角色佢都 OK。哦，咁啊好啦，咁啊到時將來睇下會唔會再見到一個新嘅無間道嘅系列嘅再次咧，為你們開拍就最好啦。我知我好問啊。你覺得我襯唔襯咧？嗰啲粉絲？襯。嚟大家講緊襯唔襯啊？不過都要額外都問一句，因為入邊有兩個角色，一個就係警察，係卧底。一個是賊的卧底，那你覺得你是一個警察的卧底還是賊的卧底？一個是梁朝偉本身演的，一個是劉德華演的。梁朝偉是誰？梁朝偉先生的角色是？是警察去扮賊。因為咧，我都好尊重我哋嘅梁朝偉先生嚇，同埋呢個色戒嘅角色。
做得非常之好，同埋我自己個人咧都好中意呢個梁朝偉先生嘅。但係頭先咧，我一講起呢個色戒咧，大家咁樣嘅反應咧，我唔知究竟係咩意思咧。因為嗰個戲裏邊，我都好啱你嘅，因為你嘅體態好出名嘅喺韓國，大家都知道。所以咧，你嘅體態係好適合喺色戒裏邊擔當咁出嚟。작품전체를보면어떤메시지가굉장히좋으면사실뭐배우의노출은크게중요한것같아요네最近作品需要的要轉達任何的 message 的時候呢咁啊翁老先生話有啲乜嘢嘅角色扮演佢都冇問題嘅。果然好專業嘅演員嚇，咁啊到時如果即係有機會可以拍到即係呢個無間道嘅話，可以叫我同你一齊拍誒，不過色戒就唔使轉我啦，因為要個女演員同你一齊拍。你自己相唔相信有鬼神嘅咧？저는믿는것같아요。我有啲相信啊。对，그래서그말씀드리고싶어요。点样讲俾大家听好咧吓？귀신이무서워요，귀신을실제로제가마주한적은없지만。我當然啦，未遇過真正嘅鬼神啦，不過我都會驚嘅。뭔가살다보면이제뭔가이상한기분이들때가한번씩다들있지않아요應該大家都感受到嘅，即係咧生活途中咧，有陣時突然間咧有啲怪怪地嘅感覺，大家都應該遇過，係咪？그럴때이렇게뭔가이게귀신이나우리가과학적으로설명할수없는뭔가있다라고상상하면되게좋고其實咧科學上咧冇辦法有證明俾大家睇，不過咧你突然間又話有啲怪怪地嘅感覺嘅時候咧，有鬼神咧都有啲驚驚嘅。사실그한국의그영화세트장에귀신이자주나타난다는소문이있어요韓國嘅電影拍攝場地啦嚇，都經常咧有啲鬼神出現啦。예전에거기가좀요지서였었나요因為以前咧嗰笪地可能係一個墳墓嘅呢個地方。그래서성대배우분들도이렇게예전에귀신을직접봤다고얘기되는어떤그런설들소문들많이나오고因為咧亦都聽過好多嘅傳聞咧，啲前輩都講過，之前佢哋喺度拍嘢嘅時候咧，都遇到啲鬼神嘅。그래서저는거기에서그세트장에서봤을때그숙소에서진짜所以咧，我知道嗰笪地方喺邊度咧，我唔會喺嗰度瞓覺嘅。就算幾攰都好，佢喺。在个场地里面都不会分手的哎呀绝对绝对不会